歡迎收睇 Happy Hour。 咁今集咧，我哋依然有我哋嘅資深分析員 Otto 啦，同埋我身邊嘅孫柏文嘅。咁今集咧，我哋想講下呢個日本呢個 yen 嘅問題啊。咁 yen 咧，先嗰輪咧，即係大家都好中意去日本啦，跌嘅時候大家就嗱嗱臨去啦。咁我身邊呢位孫柏文咧，當 yen 係8:85嘅時候咧，佢就嗌大家沽125蚊嘅時候，佢都嗌大家沽。咁而家去到咁嘅情況啦，你點樣向市民交代啊？其實都要問責嘅，因為咧，即係以前讀書嘅時候咧，咁我都有讀歷史噶嘛，咁我係讀香港英基噶嘛，咁你知即係呢個殖民地學校啦，係咪？咁啲殖民地學校嘅，咁教啲咩歷史啫？咁梗係例如話英國佬打低希特拉嗰啲啦，係咪？即係嗰啲啦，係。咁佢當然教咗好多關於希特拉上台嘅原因。咁如果你講希特拉上台嘅原因，咁當然就要講翻呢個嘅1920幾年德國嘅超級大通脹啦 ，hyperinflation 啦，係咪？咁好啦，當你係不斷被英帝洗腦嘅時候，好似我咁，咁你洗完腦之後就發覺，咦，其實世界嘅央行係好容易摧毀一個貨幣嘅，啱嘅 ，OK。咁之後亦都好多啲老人家同你講，例如話我哋中國自己喺1945年至1949年，我哋祖國未成立之前，嚇。咁啊，喺呢個中華民國統治嘅中國大陸，佢哋有啲金銀券，老豆俾本《三毛流浪記》你睇，咁《三毛流浪記》成本嘢就講個僆仔喺上海打滾啊嘛，係咪？咁佢裏邊通脹呢樣係一個 recurring theme 嚟㗎嘛，最好厲害嘅通脹啊嘛，啱啊係。咁如果你係話睇日本央行，日本央行係有印銀紙啦，財赤極度嚴重啦，冇錯，財政負擔好嚴重啦。咁依家 yen 都可以繼續升嘅，係啊，係啦。咁發生啲咩事咧？就係即係呢個點解佢哋摧毀自己貨幣嘅能力係咁渣嘅？即係呢個我想知點解。唔係，其實我都成日都會問呢個問題，因為你會知道咧，其實我哋成日話日本嗰個債務對嘅 GDP 嘅比例係相對較高啊。咁但係相對大佬，你當你話希臘好嚴重，意大利好嚴重。日本係好似佢哋兩倍喎，係啊，即係你都問得係炸高㗎。但係你又發覺，原來安倍晉三上咗台之後嘅呢幾年咧，咁佢嗰個增長唔係好大喎。但係你諗下，奧巴馬上台呢8年咧，哇！佢由大約80000到上到16、17咁滯嘅喎。咁即係話，喂，大家都量化寬鬆，當然啦，兩個國家佢嘅規模唔同，咁梗係會定一個屬於佢自己嗰個所謂刺激經濟嗰個 size 去俾嘅量化寬鬆會唔同啦。咁但係你見到日本又冇大增長喎，咁係咪即係代表咗其實佢根本有好多方面嘅方法係會令到其實佢嘅債唔會話增加咁多，但係又刺激到經濟咧？咁不過佢去到今日咁多人啦，亦都刺激經濟。我同佢刺激經濟喎，真係講25年啦，刺激經濟。咁呢個個國家都會咁講嘅，如果唔係你基本上上唔到台啊嘛，大佬。咁我作為一個香港遊客，或者作為一個遊客，其實最好咧去一個經濟非常之即係差嘅地方噶嘛，因為 suppose 啲嘢會平，唔好話平啊，陰公豬，你後生，我唔係喎，你2003年都應該都有10歲未啊？都有嘅，有唔止啦。2003年嘅時候，你去間雲吞麵鋪啊，哇，大佬當你神咁，嗱嗱，你坐，你斟水，咁樣噶嘛，係咪先？好似服務態度，唔係你淨係買到10幾20蚊嘅雲吞麵，我財神咁行嚟噶嘛，係咪？所以佢哋經濟差，其實就未必係壞事，只不過我想問嘅就係，就算佢好似睇落係瘋狂地吹，即係做曬所有教科書教嘅板斧噶啦，佢又印銀紙，又借大筆錢，印又唔使還噶啦。或者係甚至佢人口結構上根本就冇可能還，即係我見嗰啲咧，嚴重嘅人口老化 ，Baby Kingdom 咧，即係香港即係嗰啲師奶集中地咧，係咪？師奶嘅碉堡 Baby Kingdom 成日都 share 日本人點樣去，哎呀，睇日本人即係啲教小朋友嘅方法幾獨特，我哋要學習。喂，大佬要搞清楚喎，佢哋咁樣可以俾個幾歲咧就自己出去買嘢，因為佢哋嗰條馬路冇車啊嘛。喂，你香港有車噶嘛？咁維護啲港媽嘅，你又真係要港媽上身啊！喂，你如果你有細路仔又得一個嘅話，咁你係要佢絕對安全噶嘛？即係好似美國政府咁樣，佢一定要唔係咁重責任，係啦。或者咁講咧，如果日本即係去即係生小朋友去 raise 小朋友係一個咁好嘅地方嘅話。
日本人就會唔生啦。係啊係啊，其實係咪先？應該係生活指數嘅問題。M 型社會嗰本書嘅作者大前研一，佢自己都講噶嘛。佢話即係你講話中國最大嘅經濟挑戰一定係人口而嚟。咁啊，因為我哋有一個一孩政策嘛。咁如果你話日本嘅話，日本一孩有都有一孩政策。都係自動嘅一孩政策，係自愿做一孩政策。咁如果你係話，如果睇翻日本，佢哋根本就連工人都唔有噶嘛。係啊。咁我成日我諗就係根據弗里文啊，即係弗里文就係呢一個嘅貨幣供應嘅大師啦。咁佢啊成日都話有個金句就係 inflation everywhere and always is a phenomenon of money supply。OK， 咁啊，如果你係俾啲 layman 解釋俾 layman 聽嘅就係貨幣供應咧就主宰呢一個嘅通脹率。咁而家問題就係貨幣供應不斷增加，喺日本係冇人否認噶嘛。OK， 咁啊通縮，不過佢係通縮緊噶嘛，亦都冇人否認噶嘛。好啦，咁點解咧？嗱，根據弗里文嗰條方程式咧，嗱 ，post production 啲人可以揾一揾，就好簡單嘅啫。OK，PQ 等於 MV。咁 P 就是通脹率。OK，Q 咧就係即係市面流通嘅即係產能或者產即係生產出嚟嘅嘢嘅數量嘅啫。咁等於乜嘢呢？就等於係貨幣供應乘翻嗰個貨幣流通速度。咁如果貨幣供應不斷增加，社會製造嘅嘢唔變，不過通縮嘅話，咁示意就係佢每一次增加貨幣供應，就會遇到一個貨幣流通速度大幅減慢。咁即係咪等於佢每一次宣布啲乜戰物戰，你啲成日都射箭噶嘛？安倍晋三係咪佢一宣布啲乜戰物戰嘅時候？日本人就會覺得 ，oh shit， 我都係不如使少啲錢。唔係，但係唔係你覺得日本人驚嗱？我知道我同你喺日本打下工啊，還是做下生意，我唔知啊。唔係打工啫，我哋過去可以賺翻少少咁啊，喺嗰度住翻兩三年，睇下識唔識到日本人。因為我成日睇電視，日本人好好嘅，即係尤其是日本女人。不過唔講嘢，有個問題我想話我魔道神係。我聽日本有講過咧，原來佢哋要量化寬鬆咧，係要佢有市面上有幾多嘅日元嘅面值嘅錢出咗嚟，佢就最多只可以借翻同樣嗰個數量嘅國債。咁所以咧，而家佢計到條數㗎，因為佢話每年80万嘛，咁即係話佢本身有出嚟嗰個現金流係有80万，所以佢最多只可以借80万啫。80万亿係嘛？80万亿啊，冇錯，因為佢哋多幾個零嘅，我一路都唔係好明咧。日本紙一張10000 yen㗎嘛，咁但係有樣嘢好得意喎，你發覺咧喺今年當佢量化寬鬆去到一啲所謂叫做已經去到尾期啊，甚至乎美國開始加息啦，咁啊令到其實你會發覺日本喺度諗緊，究竟你而家用呢個方法係咪仲可以繼續刺激到經濟咧？唔係佢哋買佢哋就唔得嘅，佢哋印銀紙去買嘢，佢哋印銀紙買嘢，買到已經係日本嘅所有銀行都話我哋唔可以再沽貨俾你。日本最大嘅儲蓄機構就係佢哋嘅 postal savings， 即係佢哋郵政局嘅郵政局嘅銀行。他們的保險公司都說了，喂大哥，我如果沽 我那張十年前買給你的債券，十年前我問政府買的債券，我沽給你的話，那我都還要派錢給那些退休人士的嘛，我那個 liability 和 asset mismatch 的嘛，其實這個講得對，那他沽不到了，好了，那他就只買了，是不是？他買到怎樣呢？他買到是日經平均指數225，即是225平均，一 K225 啊，裡面他都已經是近乎是不是所有公司的 top 10股東啊？是有三家已經 top 3股東啊！佢變咗共產喎。唔係，我唔覺得。而家個 key 就喺呢度啊！當你有個政府部門憲制上嘅設計，央行嘅設計就係，都係唔好俾啲央，即係俾啲政客搞佢。咁好啦，你就 ring fence 咗佢啦，係咪？而佢可以控制咁多資產，喂，講真啦，當我係。那個官員，我買了這個，我做了第三大股東，我打電話下去，我說，喂，我的侄子想做 intern， 你給不給他做？喂，其實這裡有，還有個discretion先，他之前說只是買 ETF 的，是啊，現在是不是好像都要買個股還是怎樣？開始想做，其實大家都知道，他已經開始沒什麼好賣了，喂，但反過來說，我們看到，喂，譬如日本現在不斷去刺激經濟，但你發覺他們的日本人根本已經開始慢慢不信你可以做得到了，間接地會令到原來他們用另外一個形式去避免患到大家所擔心的所謂日本崩潰的問題。你認識日本人現在會怎麼做？日本樓輸了幾十年，日本的股票輸了二十多年，
即係佢都未去到四萬點啦，係咪先？以前四萬點，三萬八千九百。唔係，但係咁佢哋究竟點部署啊？我想知道，當佢哋每一次，如果佢係一個50幾60歲，佢見過80年代尾90年代嗰種瘋狂，完全不在㗎啦。咁佢究竟會將自己啲資產擺喺邊啊？而家嗱，我淨係見到新聞就係話日本嘅甲萬係賣斷線。係啊係啊，因為現紙啊，上年用啲印咗幾多張10,000蚊紙，全部都冇曬咁滯。即係話佢哋係需要現鈔，你愛得現鈔即係自己收埋用啦。而你側見到有咁多現鈔出咗街，而你又見唔到消費增加，咁即係嗰啲友仔將嗰啲錢咧就自己收埋喺你個。啊，夾埋又好，或者擺喺個餅乾罐裏邊都好。即係當即係因為突然呢一浪佢 yen 嘭嘭聲升嘅原因係因為佢話要負利率啊嘛。咁根據教科書嘅就係話，當你負利率就逼人哋使錢啊嘛。咁點知道佢估唔到嘅就係啲人話，咁我咪攞現金出嚟擺喺屋企。咁當所有人提現金出，有足夠嘅人提現金出嚟嘅話，就會令到銀行本身。借貸出去少咗啊！係啊係啊！咁跌幅佢即係有錢銀紙嘅流通速度慢咗，借俾人嗰度少咗，銀即係流通速度慢咗。咁即係跌幅其實係本末倒置嘅。喂，但係而家有個危機就係頭先你所講嘅，譬如我哋見到佢郵政，原來你用而家呢個價值去計，原來是緊錢嘅。咁會唔會因為佢繼續呢個量化寬鬆，令到佢喂原來本來都係揸住好多國債嗰啲企業咧，竟然出現咗哇個虧損越嚟越大，而導致到？整彎埋佢哋自己而家做緊嘅所謂叫做量化寬鬆啦。O K， 咁如果我係嗱屙土，我哋都係隔岸觀火啫。如果我係一個日本人，亦都唔係蠢噶。係啊係啊，我知道啲企業同埋啲保險公司面對住呢個結構性問題啊。咁我個反應咪要更加保守？唔係，但係你要嚇啊！但係你要明白到日本人實在太愛國啦，即係佢哋。逼不得已佢先會反你嘅啫。如果你唔好太過分咧，都俾時間你做，因為你都知道，喂，你自民黨本來你落過台噶嘛，我俾另外一個民族叫唔知係咪記得民主黨啦，喂，俾咗兩屆去做，點知佢都搞唔掂，咪焗住又要俾翻自民黨咯。咁但係自民黨又發覺，喂，你俾咗有8年你唔俾我做嘛，咁我又翻嚟嘅時間，我又要揾啲時間重新分過啲嘢，或者點樣去改翻？喂，之前你哋唔信我嗰種貨幣政策，又要再做過，咁其實已經令到日本根本就係你可以話佢蹲。咗好多時間咯，咁但係呢個時間可能已經逼到喂，原來你嘅人口個老，因為其實佢好低，我哋成日講人口老化咧，咁點解會影響到個經濟？大家要明白到，原來你發覺每個全世界咧，你會知道你幾時退休，但係你係唔會知道你幾時死噶嘛。咁所以你究竟我要俾退休金呢年齡嘅人要俾幾耐咧？咁啊成日都話日本人個長壽啦，咁其實已經間接導致到喂，原來日本咧可能好多經濟嘅嗰啲所謂刺激經濟增長嘅嘢，根本就冇辦法可以好似其他一啲叫做新興經濟體咁樣嗰種爆發點咯。最多咧有咩事，佢就收埋啲錢先咯，再睇定啲先算咯，一定係咁啊。所以唔會咁即係好啦 ，conclusion 係嚟啦。咁英我應該買定沽咧？嗱，我應唔應該轉口風？嗱，頭先阿 Jason 一開始嘅時候已經插到我雲啦，係咪？問責係件好事嚟。係。咁啊，嗱 ，Otto 你咁講嘅話。即係佢哋應該就越嚟越保守，即除非佢印銀紙嘅量係大到可以 overwhelm 到啲人話乜你印銀紙啊，或者係你再扭曲經濟，我都係驚我再縮，再抽走啲資金，係再抽走，係啦，擺入夾萬。但其實有啲人咧就好似你話齋啦，其實你啱，你係啱嘅，即係見人去沽。但大家要知喎，你係你唔好話85啊，佢由75上嚟啊，佢跌咗5000點㗎啦。咁所以喂，咁梗有調整㗎啦，因為大家要知道喂。所有的外幣買賣其實是相對的嘛，你不換出來的錢其實你不算代了錢嘛，所以其實現在會不會一個比較大型的獲利回吐，除非你說它穿了100再次再多你穿了90的話，即是再試回大家經常認為是相對低的話，那是反而才會令到日本的極端會更加極端才有機會爆的嘛，如果不是的話，那市場一定會這樣做，還是你覺得它會爆，那我再推多再將我再將個 yen 再推低啲，等佢盡快爆煲，咁咪出到你想要嗰個效果啦，或者我哋想嘅 yen 跌嗰個效果啦。而家暫時嚟講，佢都仲能夠頂得住。即係大家仲可以等等啊！唔係我會 repeat 我 call 咯，即係如果你85，我第一次叫你沽 yen， 你冇沽，到我120幾嗰陣時話，我 repeat 我個 call， 因為我睇到200幾噶嘛。我第一站140先啦，98年嗰個低位啦，跟住就會一下穿埋就200啦咁樣。嗱，我係 repeat 嘅，我唔會熬底嘅。
我知咁。唔係你可以，你可以選另外一種，用呢一種所謂嘅衍生工具解決一啲你驚你攞唔到攬唔到個底嗰個風險咯，即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嗰個方法咯。咦？咁邊度得買呢啲咁嘅產品咧？我哋應該可以做下，即係銀行應該可以 call 到啲咁嘅嘢。O、okay. K， 不過當然銀行 call 啦，call 呢啲咪食口。最尾嗰個啊，嗱，85冇沽嘅人去到100、120先沽嘅朋友、嗯、，O、okay, K， 先聽我講嘅朋友。嗯。啊，呢個咧就係你溝談嘅機會啦。O K O K， 大家把握機會。好，多謝收睇。